家收看每日一字，是属于，我想一下这个是会意还是快意。我们找的是会意，会意，会意字是属于会意字，也就是借由拆解文字就可以了解字义。加是由宝盖头加油卓是卓吗？帽跟臀两个字跟锁跟两个字所组成的宝盖头是一个部首，是一俗称宝盖头，是一请他念棉啊棉吗？因为它的形状就像一个盖子，其实它是屋顶的意思。卓也是一个部首，它念屎。屎屎也是一个部首，是小猪的意思。不是小猪罗志祥，是真的小猪哦。因为我生肖属猪，所以把小猪养在一个有屋顶的地方，也就那里就是我家了。家被拿来当作形，被拿来当作形音字，声啊声声哎、啊，做形声字，声辅的时候，通常也声节意辅。声啊声声哎、啊、做形声字声辅的时候，通常也